概有没有知道第五类分波比较久？因为他们是大家族嘛，哈，你也知道林董这个人很热心啦，哈，他不管是做最好朋友找代志，伊个人你也知道。刚才你招摊了，我看迄头第一名。哦，你嘛拢知，阿姨人太热心了。那你多往外进路线啦，你讲还有交代，你要多负责一些事情。好，谢谢。阿姨老公紧急出力吗？也是劝他说赶快嘛，有病就是要找医生，赶快治疗，赶快解决。好，那你今天跟我先打妈做。有他有来拜拜，他来求妈祖。他来求妈祖是要保佑他健康，保佑他的小孩。他最烦恼就是他的太太，你看。也要烦恼囝，那个烦恼房产。你看，先生也要开刀，小孩子又要接，最是最辛苦，应该是伊的太太了哈。